大家下午好，我是 Kelly Singh 哈，陈玉珍，我来自槟城大三角，我今年五十二岁哈，三个孩子的妈妈，三个孩子的妈妈，我就是张可恩的Queen Tio 的妈妈今年五十二岁。之前呢，我是一名书记，我这个蓝藻呢有二十多年了哈，二十多年了，我们三代都吃蓝藻哦，妈妈哦。我们呢，兄弟姐妹啊，孩子都是在吃这蓝藻了的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开始吃蓝藻的时候，是我怀孕的时候。我怀孕的时候，我是一名懂爱美而已，可是不懂得照顾健康的一个人呐、啊，所以身体很弱。那时候怀孕了、哦，怀孕我心里这么想，一个身体这么弱的妈妈，怎么会生出健康的孩子呢？所以那时候我的妹妹来介绍我蓝藻的时候，就是这个蓝藻了，这个蓝藻了。这个蓝藻了，那时候想哦，真的是为了要生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我一定要吃蓝藻，让自己更健康。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吃了蓝藻，真的很好，所以我就开始吃了蓝藻。那时候我工作嘛，我书记，我工作，那整天要爬那个楼梯啊，上上下下十多二十级。哦，我还记得哇，幸好有蓝藻，没有我都爬不上去，也爬不下来。真的，那时候吃了蓝藻呢，真的体力也很好哎。然后精力也很好，精神非常的好，也没有那么辛苦，也不要说呕吐啊，呕得半死啊，又腰酸背痛，很辛苦啊，可以做工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哎，蓝藻好像真的很好哦，真的，这个过程，怀孕的过程真的是没有这么辛苦，生出来过后，哇，真的很奇迹哦，真的那个孩子很健康啊，3.5 kilo，很健康，很硬的骨骼分出来，好像哇，好像几个月，很大的孩子这样。很不可思议啊！刚出生的孩子他可以一觉睡到天亮啊，他拍一下他就可以睡到天亮，半夜没有起身喝奶的嘞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把那个蓝藻，把这个蓝藻我就压脆放在奶粉里面给他喝，因为呢他不会胀气啊，也很舒服，营养够嘛，精神很好，他睡觉一睡都睡到天亮。很多的妈妈很怕的，半夜起来喂奶，又要做工又要做家，哇，真的是啊。一个孩子都会弄垮这个妈妈的，尤其是做工的。不过今天真的是很好啊，说孩子方面真的是很好。如果是有怀孕，真的要吃蓝藻，baby 也要吃我给人家顾呢，那时候一个月过后我就给人家顾嘛，我的保姆就很开心，哇，幸好顾到女孩子，女孩子很好顾哎，不会整天伤风啦、感冒，等下看医生什么这样的，很乖，很好顾，很健康，很容易带啊，因为抵抗力很强啊。也很均衡的、很健康的发展，而且我发现到一点我们虽然我们夫妻是一个很平凡人，不是大学生，可是孩子从小都很健康、很聪明。因为蓝藻发现里面很均衡的营养，尤其是有 B12 是补脑，脑部的营养全部都有啊。所以他吃了过后，你会发现到他精力很好，专注力、精神跟那个体力跟真的是不一样。所以他从小读书真的是。小学 UBS 啊，6科、5科、7个 A，那时候全部拿 A 的，SPM 啊，BMR，包括大学，包括现在已经刚刚毕业了，刚刚毕业啊，理大啊，不，北大 UUM 刚刚毕业了，全部都是满分的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蓝藻真的很好，他讲他吃了真的很好，很健康。再来我第二个女儿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记得，我当然吃蓝藻，因为太好了嘛，第二个就吃很多了。哇，出来 quality 不一样，素质啊，你看她皮肤，哇，真的很美，眼睛也美，大大的，很健康，很漂亮。我第二个女儿，可是我发现到，当然了，同父母生也未必全部都很聪明嘛。所以后期呢，她比较平凡一点，后期我就给她更多一点吃蓝藻，发现到哇，真的，开始小学的时候比较平凡，中等以上而已啊成绩。在他中学的时候配合努力，也不是说不能读书，突然吃了蓝藻会读书，而是配合努力。那专注力，除了补习补脑也是很重要的我就给他补习也要补，然后过后呢就补脑补了吃了很多蓝藻，真的我都买大罐的蓝藻给他们吃我们整家人吃。吃了发现到哇，真的嘞，本来小学5个 A，BMR 还差不多吧，5个 A。然后 BSPM 已经8个 A 了，直接进了一个 matrix 政府的学校，刚刚合格3.95嘞，3.95嘞，进了理大嘞，理科大学，理科大学。再来呢，就是现在又拿到非常好的成绩，小女儿也是哎，
在这边国民新中学，就是日新国民新中学，真的孩子读书方面真的一定要给他吃蓝藻，因为小孩子真的用这读书真的不容易啊，又补习又读书又课外活动了，很多时间了很累啊，所以要补充给他精力体力啊，很重要。而我本身吃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哈，在这里呢，真的我本身也是胃胀气啊，然后整天又便秘吃肠的问题。 吃了蓝藻真的很好，改善了我便秘肠胃上面的问题。虽然呢，我本身呢我也是少吃肉了，然后很多菜，我担心蛋白质不够，营养不够啊，所以我都大量吃蓝藻。我发现了我吃了蓝藻过后呢，真的，补充铁质越酸越绿，是补血了过后，我可以去捐血嘞。我一路来我都捐血的，我发现到真的不一样。 我大量吃了蓝藻过后，即使我少吃肉哦，我的血都很够哦。我记得我8月的时候，那时候 MCO 嘛，政府都少缺血，他可以捐到450 ml 了。一个52岁的安迪哦，52岁的安迪都可以捐450 ml 啊。一般上我们女人呢是捐300到350 ml 的血，可是我可以捐到450，他那医生讲你的健康不错啊，可以捐这么多哦，很好啊，看不出你52岁，因为我吃蓝藻，我跟他讲可以补血的。我们整家人都吃蓝藻，而且吃素人都吃蓝藻，很好。因为本身呢，我哥哥、我妈妈、我哥哥整家人都吃得很好，吃素，他比我还年轻啊，我哥哥我嫂嫂，我孩子全部都很年轻，很聪明，吃了蓝藻更健康了。 尤其补充大量补充我们的蓝藻，因为蓝藻里面有B12、有铁质、钙质啊、叶酸这等等很均衡的营养。然后我们三代都吃蓝藻，我发现到还可以抗老化，因为它有 SOD， 我发现到哦，皮肤很好。你看我们没有老人斑呢，很多人都上了斑，很严重啊，我斑都没有了。我发现到哎，蓝藻里面真的可以帮助到延缓老化。 很开心啊，最重要吃了就可以年轻，对不对？我也发现到哦，头发也会很多，因为哦，根据专家讲，他们讲哦，如果你营养不够啊，你头发一定很少，有些脱发啊等等的。我头发多到我要去超薄做离子烫，你看，哇，这么一点呢，真的是蓝藻很好哎，可以补头发的嘞。还有哦，你知道吗？我瘦了嘛，吃了哦产品哦，又瘦了，我担心我每年我去做一个体检啊 ，blood test 来报验血啊，我发现到吃了蓝藻，哇，真的，我的健康状况都非常非常好。即使我52岁刚去年9月我才验血，我发现到哇，我的血报跟个别跟年轻的时更好哎，真的哦，在这里呢真的很好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发现到每个人都需要吃蓝藻，包括我怀孕的时候，我的孩子，我的 baby 的时候，我孩子读书的时候又会补脑，还有小孩子真的给他吃了，没有很担心，对不对？ 少女，我孩子也是月经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给她补血啊，吃素了，我妈妈、我哥哥他们真家人都吃，真的是适合男女老少，每一个人的都要吃，男孩子要吃，要应酬，对不对？很多又喝酒啊，不干的很重要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真的感谢爱康的蓝藻，让我们一家人健康，所以我的分享到这里，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谢谢。